上课赶紧过来。放羊，想干嘛干嘛，按心情逃课。如果你们真这么琢磨呢，送你们一句话。Deader than dead。师姐，那啥意思啊？如果要是不好好学，你就窝死多透透了。我才醒，你跟老师说一声，我在厕所，等会儿就来啊。你快点来。你伪装一下，我马上就到。你可别拖累我。想一想钱包。念到的人呢，往前坐，不许空座。以后我的课都这么做。冯婷、王广宗、王亮、何李阳到，赵红颖。师姐连英语课也要重修啊？上这个老师的课，想不重修都难吗？沈玉、钟茂茂、韩芙蓉、杨宇、狄国玉、陈玉霞、魏娇、冯天广、冯庆、张挺、陈红、林希池到、辛子丹到、戴茂浩、贺农、许放到。你以为你换件衣服就不认识你了？这眼神名不虚传啊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眼神挺好啊？你到底叫什么呀？林希池。许放呢？拉屎去了。上厕所。够仗义的啊，厕所你怎么不替他上啊？你许放吧，知道几点了？我闹肚子。你怎么不下课再来？过夜坐吧，记迟到一次。成啊，刚入学就学会顾替身了。怎么回事？要不想来就不要来，不要连累我。我不是想着你在前方帮我打掩护吗？你就不怕旷课？只要我还帮学校打比赛，成绩根本无所谓。今晚咱们系新老生联谊，饭后一起玩狼人杀哦。请你吃饭。谢谢啊。